您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个东西它吸血吗？感觉比较恐怖。您知道它有什么用处吗？如果是肉越厚，它那个水质素含量越多。为什么选它们做起了生意？感觉这个东西也是个稀罕东西，肯定这个利润很大，过去就是个暴利生意。敬请收看新品良法，莲藕水质泥鳅靠养创丰收。传播农业科技与经营知识，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。你好，观众朋友，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。在山东省济宁市的鱼台县，当地人历来都喜欢养些鱼虾。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，他养的既不是鱼也不是虾，而是一种奇特的小东西。虽然这小东西其貌不扬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丑陋，但却是特别的吸金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大家不如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一探究竟。金秋时节，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的老乡们开始忙碌了起来。你是这个的莲藕成熟了，老乡们一边挖着藕，一边撒着网。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。你一次性捕捞不完，得要长时间的慢慢的捕捞。忙活了大半天，老乡们开始收网了。只见这哗哒哒、滑溜溜的东西有点像泥鳅，可仔细一看又不是。更奇怪的是，这些怪模怪样的家伙被一个个穿在铁丝上，晾在了日头下。哎，越大越精品，个越大这个价格越高。别小看了眼前这一个个干巴巴的小家伙，对于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的农民张志成来说，这可是他一年的心血。一亩的纯收入也能在这个1万5左右，你看我这200亩左右呢，也可能收到这个200多万，将近300万左右。200亩的池塘，年收入竟达到200-300万，要真如此，也的确是不得了。难不成跟这些其貌不扬的小东西有关？您先别急，咱们不如先从了解今天的主人公张志成开始。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素有江北鱼米之乡的美称，这里河道纵横，水资源丰富。张志成便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农民，曾经和许多人一样过着日复一日的务农生活，手头并不宽裕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张志成与一位小商贩随意攀谈，没想到这次谈话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启发。就听到有一个小贩到我们村里来，这个说收这个水质。水质俗称马黄，常见于稻田、沟渠、坑塘等处，喜欢吸食人畜血液，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作吸血鬼。到后来听一些医院的一些人说吧，水质是一个这个活血化瘀、治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药材。人们习惯将水质晾干，以便运输和储存。不过水质属于野生资源，数量少，非常紧俏，因而干水质的收购价格十分可观。起初的收个10来斤啊，到后来呢就收了个30斤、50斤，甚至说100斤、200斤。可正当张志成沉浸在发家致富的美好憧憬中时，2003年，他的水质收购事业却遭遇了瓶颈。收购这个量呢是越来越少，野生水质数量的下降，不但无法满足药厂的需求，更带来了收购价格的不断飘升。如果继续这么下去，总有一天断了经济来源不说，现有的资源也会枯竭。在这样的节骨眼下，张志成又将如何应对呢？我们就这样想，是不是我们养殖也可以。
2004年，张志成试着效仿别人的模式和经验，开始在水泥池中养起了水蛭。张志成执意要养水蛭，并不是心血来潮，而是他已经看到了水蛭养殖潜在的商机。但前人也仅限于收购贩卖现成的野生水蛭，对于水蛭的习性并不是很了解。那要将水蛭从野外生存转换到人工养殖，张志成能否如愿以偿呢？水蛭的苗种就是从野外捕获的，满指望到秋后收获的时候水蛭能带来些收益，结果却很快先给他来了个下马威。他发现一年到头水蛭的个头非但没什么变化，反而还出现了一些死亡的现象。那一次应该是损失相当大。在有经验人士的指导下，张志成才发现野生的水蛭品种适应性差，并不适合人工养殖。那张志成又选择了哪个品种呢？宽体金线蛭。宽体金线蛭是目前人工养殖最为普遍的一个品种。这种水蛭并不吸血，扁平，略呈纺锤形，背面有五条黑色间杂淡黄色的斑纹，个头比吸血的水蛭要大得多，生长发育比较快，抗御力比较强，也不大得病，适应外界的环境，适应力比较强。在困惑与波折中，张志成人工养水蛭的一年就这么过去了。本想着更换了品种，水蛭养殖就可以顺风顺水，可实际情况却远没有那么简单。放里面它好长时间不吃食，它不吃食呢，我们感觉这个东西怎么回事，是不是养不成啊？眼看着刚刚引进不久的宽体金线蛭因为不吃食的问题奄奄一息，张志成可急坏了。他费尽周折多方寻觅，原来这问题出在了水位的深浅上。你放得太浅了，它肯定这个水温就高，水温就高那肯定就不利于水蛭生长。水蛭是冷血动物，喜欢阴凉的环境，而关系着温度的因素之一便是水位。一般水温呢在20度到30度之间吧，它这个水位高度应该是在50公分或者80公分之间，这是最适宜它生长的这个环境。要是太浅了呢，它水温太高就不适宜它生长。依着宽体金线蛭的喜好，张志成投喂了一些田螺。关于田螺的投喂量也是经过了不断的摸索，按照水蛭与田螺的比例，从1:1、1:3再到1:5的递增，逐步增加田螺的投放量，张志成最终确定了1:15这个最佳比例。为了增加经济效益，他又通过加大水蛭饲养密度的方法，进而获取了更多的收益。水蛭的投放量为每亩地400斤左右，所以说它这个效益呢，比往常呢要翻了一番或者两番，甚至是好几倍。看似寻常的荷塘，藏着哪些玄机？它们之间呢，还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食物链。给莲藕施肥，如何不伤及无辜？咱们这里头的这个泥鳅啊、鲫鱼啊，包括水蛭啊，它有何伤亡？水蛭和人捉迷藏又该怎么办？10来天，差不多就捕了个差不多了。新品良法，莲藕水蛭泥鳅套养创丰收，正在为您播出。随着水蛭的安家落户，张志成的事业开始小有起色。到了2005年，人工养殖水蛭的毛收益不断上升，势头看着还不错。可这时候张志成却不打算养了。原来刨去购买种苗、人工和饲料的成本，整个算下来，张志成的水蛭生意就一直面临着高投入低产出的现状。加之市场价格波动，到了2006年，张志成的水蛭生意就不怎么赚钱了。
他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和其他出路。说来凑巧，就在2007年的夏天，张志成和家人一次外出游玩中的所见，给了他新的灵感。在我们老家，就是在出去游玩的时候，到处都是这个荷塘，一看这个莲藕就像一个小山一样。荷塘里荷叶的影子映在水面上，这一现象让张志成不由得联想起水质生长需要庇荫的环境，而这些荷叶也恰巧可以达到遮阳的效果。是否可以将莲藕和水蛭一块养，再创造出一部分经济效益，从而分担市场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呢？有了想法之后，张志成就用自家的水泥池开始做起了实验。他模仿荷塘的环境，栽种了一些当地常见的白莲，再放入一些水蛭。这个莲藕一是能遮阴，二是能避光，也和这个野生环境没什么区别，也差不多。我一看呢，也就比较适宜这个水蛭的生长，所以说呢，我都感觉着这个里面养水蛭、烫养水蛭、集中莲藕又养水蛭是比较成功的。其实张志成的这个做法，用专业的话来说，叫做立体种养，也就是在栽培作物的同时，再在水里套养一些其他养殖品种的生产方式。这个水蛭吃了甜了之后，它排的这个粪便呢，它就作为这个被藕所吸收利用，作为一种肥料吸收利用。因为这个水蛭它的生活习性比较不需要很强的这个阳光，这个藕池呢，它能大的这个叶子呢，正好给它遮挡了阴，正好适合它生长繁殖。藕给这个水蛭给田螺，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物链和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。随着莲藕水蛭套养实验的成功，张志成感觉自家的小水泥池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了。于是张志成在村里租了200亩地，准备做成一个大池塘，扩大养殖规模。在专家的指导下，他先在池塘底部取土大约20厘米，再铺上0.8毫米厚的塑料膜，接着回土。回土的高度还是20厘米，最后再灌入30厘米左右高度的水。池塘底部铺塑料膜的作用主要是保水保肥。根据藕农的经验，他按照每亩约700斤的量栽种莲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莲藕并不用每年栽种，栽种一次便可以连续收获7年左右。张志成向荷塘放入一部分水蛭后，决心要好好的把这种立体种养模式做好。他向池塘中投入了大量的田螺，希望可以让水蛭吃饱吃好。然而出现的情形却让他再一次揪起了心。到后来我感觉到，怎么感觉这个里面的螺丝很多，他也没有吃完。哎，我说这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里面的水蛭少了，还是水蛭不怎么喜欢吃食了？只见荷塘里藕杆下附着了很多密密麻麻的小田螺，难道说水蛭生病了不吃食了吗？啊，我说这怎么回事，难道说是田螺繁殖了？结果一看还真是这个样。张志成顿时联想到，池塘里已经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，原本就能够自繁自养，这些田螺可以满足水蛭的一部分饲料需求。那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能不能实现水蛭自生自养，不再人工投喂田螺了呢？想到这一点，张志成来了劲儿，立马撸起袖子试验了起来。结果如何呢？结果呢，一看里面的这饵料呢还是不怎么充足，还得要人为的来补充一下饵料。张志成酌情增加或减少田螺的投喂，不断探索，最终确定了水蛭与田螺为1:10的投喂量。在后期呢，也没再怎么投田螺。从水泥池里只养殖水蛭，
继而是水泥池里的莲藕水质套养实验，到后来租了地开辟成了莲藕水质套养的生态大池塘。那么新的环境下，一亩地又该投放多少水质合适呢？第一年我们放了20多公斤，放了这20多公斤呢，我们通过这个长期观察看里面呢，水质长势还比较好，个体也比较肥大，生长也比较健康。到了第二年以后呢，我们感觉到在第一年的基础上是否能再多放养一些这个水质，所以说又加大了这个水质的总量，又放了个40多公斤，将近50公斤。通过不断观察饲料的剩余情况，张志成最终确定了一亩地50公斤水质苗的投放量。按照这样的投放量，租地的头几年莲藕水质套养就取得了不小的收获。这水质养殖果然是学问颇多，从刚开始水泥池养殖的不好养和养不好，到后来摸索出莲藕水质套养的新品良法，这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功亏一篑。既然水质的饲喂、投放量等基本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，那么接下来再怎么把莲藕种得更好，继续提高效益的问题上，张志成又会遇到哪些坎儿呢？种过莲藕的人都知道，莲藕喜欢大肥大水，想要让它们茁壮成长，就必须定时定量的施加肥料。于是张志成购入了不少肥料，采用遍地开花的方式施洒在了荷塘里，谁想到结果却让他惊呆了。我们一看里面的水质有所上望，我们一看肯定不怎么太合适这样施肥，就感觉到是肥料把它伤害了。问题来了，不施肥的话莲藕长不好，施肥的话水质又面临着灭顶之灾，两难取舍下，张志成急的是团团转，只得再一次请教专家。最后问了一些专家说，那你施肥肯定有氨味，包括水质呢也受着一定的这个伤害。正如张志成所了解的那样，问题就出在了肥料上。可是有没有什么法子既能保证莲藕的充足肥料，又可以不伤及水质呢？在专家的指点下，张志成终于开了窍。到后来我们一想，藕这个面积呢，这个宽度这么宽，我们想着这个分段施肥法，比方说是40米呢，我们一半一半的这样施肥，比方说我们先施这一半，先施这个20米，施这个20米以后呢，再隔个3天5天再施那20米。张志成所说的分段施肥法，就是在所施肥料总量不变的前提下，分区域分多次施入池塘。不过细心的观众可能就会担心了，虽说分段施肥法的出发点很好，但是那些氨味难道就不会顺着水扩散到另一边吗？咱的氮肥在水的流动性一般情况就是在10到20公斤，它并不是说我在施肥都跑到哪头上的，因为我们这个水呢，它是个静水，它不是流动的水。看来，只要是在一定的距离的范围外，游到另一边的水质就不会受到伤害。解决了莲藕施肥的问题后，张志成可不仅仅满足于现状，他又盘算起了新的主意。这水体空间的潜力还是有的，光养莲藕和水质感觉有点可惜，可是立体感不够，能不能再加个新成员进来一起养，多创造一份经济收入，进一步增加风险的抵抗力呢？想法是很好，问题是这位新成员该怎么选呢？他回想起小时候生活中曾经常见的一幕。因为我们从前在我们小的时候啊，莲藕池里啊就长一些鲫鱼啊或者泥鳅之类的这些东西。天然的荷塘里既有鱼类也有水质，相互之间并不冲突。那如果在套养过程中再放入些鱼苗，就可以有效地利用水体空间了。不过并不是什么鱼都可以混养，选什么鱼种
这里边也有不少说道。在我们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泥鳅呢非常适宜我们练武田的生长。原来养泥鳅不光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，而是莲藕的生长需要疏松的土壤，而泥鳅天生好动，喜欢钻土，有松土的作用。套养中加入少量泥鳅，可以让莲藕长得更好。辛辛苦苦年复一年，每当到了收获日子，是张志成最开心的一段时间。不过回想起来，头一年的收获时节却是有些无奈。捕捞一通后，他却发现水蛭与他玩起了捉迷藏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到了九月底，水温呢大体都在20度以下了，这个水蛭生长就比较缓慢了，甚至慢慢的要进入这个冬眠区。原来水蛭有冬眠的习性，随着气温的降低，许多水蛭钻到泥土里开始冬眠，躲过了收获期。那能不能想个法子解决水蛭捕捞不全的问题呢？用地笼子放到这个田里面，放足水，然后这个水蛭呢它自然而然的就爬到这个地笼里面。第二天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水蛭呢从地笼中取出来。使用地笼的时机很关键，需要赶在水蛭冬眠前进行多次捕捞。依据莲藕、水蛭、泥鳅各自的习性和生长规律，到了2012年，张志成已经确立了完善的种养流程。每年的9月是水蛭收获的季节，水蛭捕捞完成后，霜降前进行莲藕的采收。到了次年的3月底、4月初，首先栽种莲藕，一个月后将规格为10克以上的宽体金线蛭投入荷塘，等到5月初的时候再投放泥鳅苗，每亩投放量为20千克左右，规格为5厘米，也可以适当搭配一些鲫鱼苗，每亩投放量为10千克左右，规格5到7厘米。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，又到了收获的季节。走进自己的莲藕池，看到这样的美景，张志成喜不自禁地细数起了自己的好收成。单单莲藕这一块，可能是每亩呢，我们这个好品种泰国花青莲最低就是能收到6000斤到7000斤。去了这个肥料啊，这个种子啊，或者是人工啊，也能剩下这个7000块钱左右。水蛭呢，假如说我们放40公斤这个种苗，将来收获的时候呢，可能是在这个80公斤左右。我们去了这个水蛭的种苗钱和这个田螺的成本钱呢，也可能剩下7000元左右。如果在外再加上一些泥鳅和鲫鱼的这些收入呢，这个还有1800块钱。按照张志成所说的，仅仅是莲藕和水蛭，这一亩地的年收入就能达到15000元左右了。别忘了，他可是有200亩地的，这一年下来可不就2-3百万吗？这个数字还算是保守的，要是再加上泥鳅的收入，最终的收入那就是更胜一筹了。除此之外，更为重要的是，与单纯养殖水蛭时期的成本高、利润低、风险大相比，莲藕、水蛭、泥鳅套养的产品多了，分担市场风险的能力强了，人工以及饲料成本也省去了不少，同样的投入相当于可以赚到更多的钱。在莲藕、水蛭、泥鳅套养的过程中，张志成遇到的问题可以说是层出不穷，可他凭着一股子不服输、不认输的劲头，用心钻研，向专家虚心请教，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实现了自己的创富梦想。他这种基于传统生产方式而又不断创新思维下的新品良法，相信会给其他有类似资源的农户们一些启发。好了，观众朋友，本期农网天地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。如果您想了解栏目的更多内容和信息，可以登录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。下期节目我们再会。